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视频。今天我来这里吃早餐。环境方面是不错啦，来这里吃早餐，遇到繁忙的时候需要很长的时间哦。1 hour later.吃饱了早餐，我现在来 Broughton 的 showroom 这边看车。要买新车不够本钱，既然要用我的血来做抵押。刚才是去捐血，这也是我一年内必执行的几次的任务。所谓的捐血可以救人一命。Later.
今天我又再次回到这个马林大树下，相隔上一次来这边是在新年的时候。来 Lotus 买日常用品，今天的 Vlog 就到此结束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